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Mac 大叔，今天就来到万华的龙腾炒饭，这是这一间店的招牌，这是这一间店这么的样子啊、哦。他们之前曾经是万华的摊车啊，现在有店面了啊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啊。好，那这个是全部的菜单，还有这个学生优惠炒饭做啊。好，老板你好，今天我想要那个椒麻双鲜炒饭。椒麻双鲜吗？哎，对。外带内用。哎，内用。内用哈。哎，谢谢。我还要得到这个金牌奖啊！啊，这个就是之前的那个神秘摊车哦，一模一样的啊。这个应该是椒麻烘蛋。对。相当美味的一品啊！这个90号好不好？老板相当的快啊！椒麻烘蛋的汁，有之前有吃过，超好吃哎！好，那就到这个炒饭好吃的阶段了。好，老板速度非常的快啊！
谢谢。好，那个老板炒工相当了得啊，那这个就是很美味的椒麻双鲜炒饭，嗯。好，热腾的，热腾腾，嗯。好，里面就有虾仁跟花枝，然后这个椒麻味道真的相当的赞，嗯。然后这个花椒的香气啊，香香辣辣，香香辣辣，真的美味，嗯。好，就希望店家这个后面越来越顺利，嗯。热腾腾，热腾腾啊！啊，希望这个检举达人吃的都拉肚子啊！好，总之这个炒饭都很美味哦，香喷喷，香喷喷的好哦，那就炒得相当蓬松。嗯，散。还有没好，那我觉得是满分。啊，最主要这个炒饭很香，然后火力很猛哦，麻麻辣辣，麻麻辣辣，香喷喷的好。这让我吃有点怀念起这个蒙甲阿龙啊，希望那个老板在天上也能够过得开心啊，就顺便提到。啊，就希望各位朋友一定要多注意的，多注意自己的健康，然后尽量不要抽烟的哦。赞啊，所以是满分。敢吃辣的朋友啦，中辣刚刚好，感觉那火焰好像小火焰在你口中燃烧一样，真的很过瘾。好，130相当合理哦，赞。辣的好爽，这块花枝 好大块。嗯嗯嗯。好假。好，那个人觉得非常美味的龙腾炒饭，就等各位朋友来品尝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好，哦，这个灯好漂亮啊。好，那刚总共是130元。晚上的蒙甲夜市，今天人蛮少的。好冷清啊。好，那就紧急这一家好了哦。上次有看到报道说这家是老店啊，而且蛮便宜的。哎，老板你好，那我想要一份鸡肉的，这边吃。哎，这个加辣。要。好，鸡肉不辣。哎，要中辣。中辣。好。哎，
辣吗？可见有点对哦。啊，今天夜市人就比较少了。学生妹妹的最爱哦，那也蛮便宜的。好，牛肉羊肉要不要加辣？中的羊肉中辣，好，牛肉羊中辣。点对了哦，这是要点鸡肉的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好，牛肉味道，这就好了。牛肉销路也不错。这也只算你第一个小点点吃羊肉。四个大碗饭，两个汤。四个大碗饭，两个汤。好，那价钱在这边，他们在尝看了。啊，学生朋友的最爱。好，那一碗饭的话是再加10块钱，所以总共是130，算蛮平价的啊。等于是这个铁板烧料理的商业午餐的感觉啊。哎，对，谢谢。哦，中辣还蛮辣的哦。青菜跟豆芽都有炒出香味，嗯，好吃。啊，那个就算是这个平价的铁板烧啊，啊，鸡肉是鸡腿肉，所以还不错，不是鸡胸。不错了哦，这个就是万华蒙甲夜市传说中的平价铁板烧啊，不能说超级美味，但是 CP 值很高啊，因为大量一起煎的话，就食材比较照顾不到了哦，但是可以体谅得到，因为很便宜啊。小资族跟学生的最爱，然后所以还是满分。最主要是很便宜。赞，不过看个人的哦。看清楚，看详细啊哦，再自己看要不要来吃啊哦。OK， 好不好？
好，皮下铁板烧，那我觉得是满分，赞哦。那店家也辛苦了，生意很好。好，那酱汁的话就是有这个九层塔跟这个蒜碎的香气，还有辣椒。嗨，你好，妹妹来。然后鸡腿肉，然后青菜都有炒香。白饭一个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总共才130，加上现在已经被人群包围了，所以算是很平价的店家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好，那我今天只会逛一点点哦。好，那今天夜市就是没有什么人了。啊，但这两家不错啦，都算蛮平价的，130跟，刚好都130，所以是总共吃了260。好，不错哦，刚好两摊音乐都超大声，哇，那就恭喜大姐了、哦！你看现在这个东港奇遇黑轮生意超级好、哦。好，那这个就是今晚的夜市实况。这是阿珍卤鸡脚，还有这个外国的朋友。好，外国朋友可以来这个蒙甲夜市啊、哦。好，那个我有在士林看到分店。干呕煮，那我可以当你干呕煮吗？好，姐妹都在分。好，记得就这个烤肉一定要吃这个阿椒鱼啊，阿椒鱼的最正宗。好，辛苦啊，拜拜。好，老板加油，老板娘加油，拜拜。
啊，状元糕啊，蒙甲夜市也有状元糕，上次有朋友说想要吃啊，加马屋啊。水果的，啊，今天那个很有名的葱饼没有出来。好，就这样快速的逛一下啊，希望各位朋友会喜欢。好，下到吃手手。好，那这个这一家的龙山蚵仔煎也很赞哦，他们的蚵仔煎跟炒饭都好吃。好，好，那今天就简单的逛一下。好，老板娘加油，拜拜。好，那今天比较没有什么时间逛了哦，那就在这边结束好了，以肥滋滋的画面做结束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祝各位朋友愉快一天，然后这个来夜市，然后吃到你喜欢吃的东西，拜拜。